下面为您送上的是一组娱乐资讯。昨天9月13号被网友称为就要算，因为不仅王菲李亚鹏成了离婚，歌手汪峰也在微博透露回到了一个人的生活，已与第二任老婆离婚。随后汪峰经纪人确认其离婚消息。据了解，汪峰成名之前认识了第一任妻子四川主持人齐丹，这段恋情持续4年终修成正果，然而结婚一年不到却传出两人离婚的消息。汪峰去年被媒体曝再婚生下小女儿，但他拒绝透露现任妻子的身份。对于离婚的原因，经纪人称不能透露太多。